個投票程序係好簡單嘅。今次咧個投票人咧入到嚟咧，佢就會被指示到其中一張發票櫃台。咁咧佢就交出嗰個身份證嘅正本嚟到檢查。咁而且咧係需要咧短暫拉低個口罩咧嚟到辨認個身份嘅。咁確認咗之後咧，工作人員係會個平板電腦咧掃描個身份證。咁然後咧，投票人前面咧，亦都會有個平板電腦咧，佢睇得翻自己個名咧嘅身份證號碼嘅部分咧，同埋佢係邊個界別登記咗可以得到個選票嘅。確認曬所有資料正確之後咧，就會俾一個未經填劃嘅選票俾佢睇。咁然後咧，佢就可以攞住個選票去投票間噶啦。咁喺投票間裏頭咧，佢係一定要用一個投票站提供嘅一支黑筆。就喺個選票上面咧，嗰、那個候選人個名稱側跟有個橢圓圈咧，佢用一支黑筆填滿咗嗰個橢圓圈。最緊要咧就係佢唔可以投多過佢個界別分組需要選出嘅席位嘅數目嘅。咁嗰個選票上面咧，亦都有提翻佢嗰個數目嘅。佢填咗之後咧，就要放入個封套嗰度，咁就按照個封套個箭嘴咧，就放入個投票箱，咁個程序就完成㗎啦。